他的侄子叫王强，开了一家房产公司，他就很想见见你啊。唐小姐，唐小姐，小唐姐，小唐姐，唐，你咖啡还没付钱呢。妈，哎呀，什么事情这么急呀、啊？天塌了。嗯，别玩手机了，跟那个王强约会约的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那就是你介绍企业精英啊，他在打离婚官司。什么？他结过婚啊？咖啡拿铁请慢用。嗯，谢谢。妈妈呢又给你物色了一个交通大学的黎教授，听说年轻有为，还不错的。我已经给你约好了，明天下午你公司附近的那咖啡馆。又相亲？教授基因好，你想想，20年之后，说不定你妈妈我啊就成了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外婆了。妈，那我倒觉得你可能当混血儿的外婆几率比较大。不行不行，外国人绝对不行的。不行不行，你又没见过人家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的那个什么外国人叫什么名字啊？方算。什么方？什么方思旺？方算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叫他方方好了。我就跟你说，那些外国人到中国来就不好好起个中国名字，对吧？他就不想融入这个社会。人家本来就不是中国人嘛。妈，你不知道中文对老外来说有多难。这就对了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国人就是要有中国人的骄傲嘛，对吧？就是你跟那个外国人交往的那些时候，我不瞒你说，我已经买了几本书在研究呢。真的？那很好啊。书上写亚洲人的进化是最好的。什么？哪本书会这么写啊？你不是对时尚很有研究吗？从那个服饰那个角度来说，一个人身上的着装颜色尽量要保持3种颜色，对吧？手提包的颜色和那个鞋子的颜色最好是一致的。你想我们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，只有皮肤是黄颜色的，对吧？你看外国人，哎，什么颜色都有，杂七杂八的颜色，基因不稳定，所以说没有进化好。那这么说啊，非洲人是进化的最完美的了。嗯，对啊，你跟妈妈开玩笑，今天的单你买了，没问题啊。再买一套新家具。新家具。嗯，那个外国人跟你求婚了没有啊？当然没有，我们才刚刚交往。就是嘛，他就是跟你玩玩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些外国人到了中国，就像老鼠丢在米缸里一样的，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娶你做老婆的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那么他的家住在哪里啊？里昂喽。里昂啊？他住哪条街？哪个门牌号码？他兄弟姐妹有几个？有没有遗传病？他的父母还健在吗？关键是他有没有带你去见他的父母。妈，你有时间问这些，我还不如陪你去看新家具呢。好，说家具是吧？你是不是喜欢中式家具啊？是啊，你知道的嘛。那就对啦，中国人的眼光是一致的，审美观也是一致的，只有中国的优质男才能烘托出像你这样女孩的优质气质。妈，男人和家具那是两码事儿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希望你找一个中国亲家，这样我们可以来来往往，可以轮流帮你带带孩子，过年过节大家打个电话请来一起吃吃饭，打麻将还能一桌呢。对了对了，我还要一个八仙桌。原来你买新家具的真正目的就是这个。也算是吧，你想我们家里的家具那么破，你爸爸成天也不说什么话，也不管你的事，如果你万一结婚了，到时候摄像师跑到我们家来，看到那个破家具，那些破墙壁，我的脸往哪儿搁呀？你跟你的那个外国男朋友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啦？哎呀妈，我会保护自己的。那么说你们已经，哎呀，唐唐，我的女儿我最了解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18岁那年发生的事情吗？妈，那个时候还太小，不懂事。不管怎么样，
你还会结婚的吧？我会结婚的。那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其实 François 真的挺好的，他长得又帅，和我又谈得来。我们交往这么久，从来没跟我吵过架，光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很舒服。你知道你以前和爸爸吵的。是啊，我知道，但是他要回国的。也许他不回去了呢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跟那个李教授见一个面，彼此给一个机会，你也不损失什么，对吧？好不好？就算妈妈求你了，同意了是不是？嗯，听妈妈的话啊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我们买单吧。Francois, Mr. France, Mr. Frog, surely he's an ideal candidate for candy. 我觉得婚姻是一种制度下的骗局而已。所以你愿意婚？ Episode 4, coming soon. Stay tuned.